昆虫的长大人，昆虫例如蜜蜂，成虫是经由蛹期的蜕变，形态与幼虫完全不同，属于完全变态。而春象没有蛹期，成虫与幼虫形态差异不大，属于不完全变态。接下来我们看看一些昆虫的幼年版与成熟版吧。牛刀小试，想想看，影片中哪些是完全变态的昆虫，而哪些是不完全变态的昆虫？动动脑，昆虫的完全变态有何优缺点？